在北投。残垣的。张学良吗？对，张学良的故居改的一个泡汤，一个休闲的一个好一日游的好地方，因为里面有可以泡脚的、泡汤，也可以吃下午茶，好像可以在里面待很多很多，待完一整天吧。嗯，这里。嗯，张学良上分。张学良上分。嗯、很漂亮，嗯，前面有一个公寓地，圆形的也好特别哦。哪个公寓啊？嗯，对啊，怎么有公寓长这样？哎，我都不知道台北市有这样圆形的公寓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嗯，他说平常如果你来要先预约，预约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喝下午茶，然后或者是要泡汤，那要不然就是你只能付200块来泡脚胶哦。觉得这边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孙小姐，孙小姐四点有汤屋，然后现在已经有人在里面吃下午茶，两大两小在吃下午茶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边就直接跑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等一下会带我们去汤屋就对了，是吗？还是我们要自己去？他在帮你指引方向。哦，他帮我们指引方向去汤屋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你。嗯，对，他们在里面。嗯，他们有没有出来走走啊？我觉得他们可以出来走走，不然没有出来走走。嗯。很漂亮哦，嗯。那、我们等一下四点的汤屋是会指引我们去吗？还是？会给你，等一下会给你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不，需要等汤屋好才走。为什么不去走一走？哇，那么丰富的下午茶哦，哇！这个下午茶双层的这样子，嗯。那个是水果的，但水果都被你们吃完了。不是水果，我们拿来做一个水果城堡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。真的，哪里有水果城堡？水果城堡我们早就已经吃掉。啊，这是。那我怎么看得到？有啊，那把请他，好厉害哦。好，来看这里。跟我拍张。跟爸爸拍张。我家有个弟弟都吃饱。妈有拍照的。好，看这里，一二三。妈有拍照。阿妈有拍照了，阿妈出去拍照，我们去走走，顺便去汤屋。那请他帮我们打包起来就好了。嗯，好吃吗？他们下午茶好吃吗？不错，那我们去走走。前面被打掉。哦，对啊，要等他。所以我们直接去放我们的，我们很指望他。我们去等我们的，没有指望你。我已经跟老板讲说要打包了。嗯，好。我们在柜台说要打包了。这么乖。嗯，所以你们要不要延到五点？可以吗？哦，最有位置就对了。是，就是可以调整一下。好好好。哎，我那就是六，不行哎，你后面订了一个7:30的那个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六茶铺哦。嗯。来，哇，这边好漂亮，好清幽哦。我们这个是在赵帅禅园。来，好多娃娃哦，好可爱哦，嗯，对，孙小姐，嗯，好了，过来这边，哎，你们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好，你们转过来看一下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转过来，我帮你们随意拍一下就好了，孙小米，好，来看我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走，对，你们等一下再参观就好，先去点下午茶吃，走，嗯。好可爱哦！好，对，那个 A 打，等一下会来。嗯，好 ，OK， 你们先坐吧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点，我来点，帮我们点一下下午茶。那这边跟你说一下，我们是有分单人套餐、双人套餐的。嗯，那套餐的部分内容都是一样的。嗯，那双人套餐比较贵，因为有附很多东西，就跟你做很多次。OK， 对，那套餐的部分有点的话，这边的饮料都可以任选。嗯，那任选的部分就是以180元为基本，超过的话会再免收场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我这边给您参考。所以我们是他说我们现在是三大两小的话，是要点多少钱？嗯，一个人低消。嗯，真的有没有超过100吗？有。那点算一个的话，低消就是450。好，450元。好，那你先给我一个双套好不好？一套双人呢？一套双人，哎，那就直接一套双人加一个单人不就好了吗？还是可以再点别的？我们后面是还有另外单点的部分。
甜点的部分 ，OK， 这样也很好吃哎。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包含在我们的套餐里面啊，都有。对，所以套餐是最划算。那就是啊，好哦。嗯，那就是点一个双套一个单套哦，当然点一个单套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我先点一个双人啊，那，啊，等一下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再点一个单套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嗯，是可以，啊，但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妹妹的，哦，还有一个妹妹的，嗯，对，那也算一个人的，那我可以啊，那就直接就煎这样子喽。嗯，好，那就是这还有选一下饮料，哎，选一下饮料，你要什么饮料？阿公，你要什么饮料？有什么饮料？静心茶、红茶、高伯爵茶还是奶茶？嗯，好，有果汁吗？有牛奶吗？还是可乐、雪碧跟气泡水？可乐、雪碧、气泡水，所以没有果汁或牛奶。对，好的，好，那我知道。嗯，你要有静心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伯爵茶跟奶茶。那我奶茶好了。你要奶茶？阿妈，你要什么？静心茶。静心茶。嗯，好，那两杯奶茶，一杯静心茶。好，你跟姐姐喝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阿公你先坐着，帮你们拍照。坐在那边，我先拍这个。好，那你站着就好，站在那边就好了。好，看这里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。后面的脸很漂亮吗？都很漂亮啊，对啊，嗯。太他们去照了。嗯，啊，我们要先去开会啦。那你们拿你手机拍就好了，拿手机拍。好，可以在那边晃一晃。对啊，你看，点心来的时候拍一下好吗？可以拍一下点心吗？点心塔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等一下再回来找你们。啊，这下面是什么？我刚才看到小鹿，我还摸小鹿。美传，你还摸小鹿哦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《穿越时空少帅张学良的故居》。幽禁地。走这边，走这边过去看看双喜汤屋。好，哎，你这样拍很漂亮哎，来，你这边看这里。好像在日本哦，嗯，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哇，梨，我们在这边走而已啊，还好。双喜汤屋就是泡脚的地方吗？嗯，嗯，当然，展馆。妈妈，你叫我再加一只小鹅。快来一只，还有鹅哦。谢谢。掉下来的吗？小狗。小狗哦，你要不要坐在这边跟小狗拍？坐在它旁边。里面都是我们带进去的。对，好，坐着，来，小文你也坐着，帮你拍。不行啊，这是刚刚的地方啊，好。好，看这里。一二三，好，你们先走。嗯，好，看这里，狗被你遮抱住了。一二三，看我。也不用了。好，哇，你们这样转过来，这样拍很漂亮哎。靠前面一点，靠前面一点，嗯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离这个柱子过来，对，再靠过来一点，再前面一点，好的，对，这样，一二三，你这样看。嗯，好漂亮哦，来。哇，下面很大哎，可以鱼哎。自己下去。这个台屋好漂亮哦。哇，这个是展馆。我要拍。你不要拍鹅哦，那你要不要拍羊？你再这样看羊好不好？你这样看羊，我帮你拍。羊在那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先去拍鹅。好，那我帮你拍羊，看我，一二三。OK， 有羊耶！他都是跑过去的。好，看爸爸。看爸爸。第二。你把鹅挡住了啊，是小文。没关系，他就是鹅。不是鹅，你到他屁股后面啊。你到他屁股后面。对。好，看这里。
先去泡汤，先去洗脚。哇，你看这个泡汤，这泡脚池好大哦。泡脚。要不要去洗脚？泡脚。哇，好酷的泡脚池哦。要不要先泡脚？哎、嗯欸，它旁边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看一下。哇，它这个是可以自己拿的吗？还是这是跟谁拿的？这个啊，泡脚的双喜汤屋哎。所以这是泡脚的吗？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还给你还准备好了给你这个耶，可以啊，我们不是要去泡汤的吗？你可以泡一下下。那我们去先去泡汤吧。可是泡汤完出来就没办法泡脚喽，我们就很晚喽。嗯，哪里？好，坐这里吗？啊？在干嘛？啊？我在你吧。好，那你看我。嗯，芊芊。哦耶！啊！好，走。哇，这上面还有，那这样到底？我有看到鹅啊，帮你拍。嗯 ，OK， 问问看他。请问他泡汤是在这里吗？汤屋就在这里。哦，好。那他这个旁边那个泡脚的那个毛巾是可以自己用的吗？对，我们会提供，不要泡脚的。哦，这么好哦。好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好。那这样走过去还有什么？那边就是餐厅。对对对。餐厅跟那个展示场、展场。对。所以餐厅在那边，下午茶在这里。对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汤屋在哪？汤屋在这里。我们等一下来泡汤。嗯。对，有约，那看你要不要先泡脚，拍个照再进去。好，先泡脚。好，来，我帮你用。要废话，当然要。嗯，等一下。那要铺在哪？那要铺在哪？啊，你那要铺在哪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它还提供擦脚的，所以更不用带毛巾哎。对啊，就放在你的位置，你要坐这里对不对？你就放在你的位置这里是吗？哎，这边有鞋柜啊，是吧？你带什么带的鞋子放着？好吧，没关系，就放在这就好了。放着放着，嗯，真的真的啦，不会啦，可以啦，这是鞋柜，嗯，好，好，那你把那个裤子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再拉起来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好，泡脚，弟弟要不要泡？好好玩哦，一起来泡，快点，嗯，我也要泡。那我要先脱鞋子。对。啊，鞋子是要放那个里面，我是放那里。哦，鞋子放这里。泡脚吗？要先泡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了解，懂。耶！来，这边帮你拍一张。好漂亮啊！这样拍很漂亮啊！我刚刚拍，他还提供毛巾哎。嗯，他还提供毛巾，可以这样泡脚。那我们可以泡一下，叫他帮我拍照吗？好哦。姐，我先关掉。姐，然后在这边洗脚，再上去泡。你要不要脱鞋？陈小文过来，快点过来。然后带着我这个裤子，很难拉，很难泡。陈小文来，我帮你脱鞋子，乖。好了，过来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洗澡了，你要过来，先要脱鞋才进去洗澡。那么就不能进去洗澡哦，乖。嗯，带你把鞋子脱掉就好了，你不要泡。嗯，拿过来，然后冲脚。你说什么？你在水里走。你可以在水里走路，怎么走？走。哈哈哈哈哈哈。看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叮。啊，你早餐了。哎、欸，不可以，孙小米 ，no no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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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阿公阿妈拍到已经忘我了。
往上拍，哎，我来帮你们两个拍，你们两个坐着，坐在这边很漂亮，来，快点，这样拍好漂亮，好美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看，好，好看，好看，大一点的，好 ，OK， 这边真的很漂亮。孙小米，好了吗？可以泡汤了吗？对呀，来，鸭子哦，我觉得这棵树很漂亮哎，这棵树超美的，后面有小桥流水。台屋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看我，好 ，OK， 这棵树很漂亮啊，这棵树，一二三，好看，好，对，要去泡汤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去泡汤了吧，把它擦干净，孙小米。对，哦，孙小文你也会擦哦，这么好。哎，擦，你看你这边都湿的，没有擦到啊。哦，啊，那个里面啊，孙小米那里面擦擦，里面那里面，那里。小米，你裤子湿了没？好，孙小文那里。小米，你裤子湿了。对，姐姐摸那里，对。好了，等一下就要换了，我们去泡汤就要换了，我不当帮我们带衣服。好，走。进不进去看？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、欸，把它弄好，拿给还给他，整个拿个拿两篮都还给他。啊？如果你没有泡汤屋的话，进来的话一个人是200块，光泡脚不泡汤屋的话。但他有提供那个给你啊。孙小米，我要下去。你要上去。泡汤泡汤的冰淇淋，对，他不会补贴来呢，什么那个衣服都没有带过来，衣服在哪里？在车上吗？后面吗？哦，是哦，衣服在车上后面，对啊，哦，那怎么办？阿公说衣服在后面，换洗衣物，还有一卡碟啊，东西没有拿过来，我自己拿回来，那还是我先去拿，你钥匙给我，里面都有毛巾啊，里面有毛巾啊，里面有毛巾啊，嗯，好，那我先到哪一间，我再上去拿好了。不用穿的，走进去就好了。拿着走进去。两个小时泡。两个小时。洗两澡啊？还没有啦，你可以泡两个小时。对。哎，我帮你们拍。好玩哦，孙小米，你把这边当做你的捞鱼池是吗？捞鱼场。哇，你等一下要负责把这个椅子擦干净哦，等一下下面的人要做。嗯，帮你们拍一张。陈小文。孙小米，看我，好，口罩都拿，他们两个口罩。孙小米的口罩。好，看我。孙小米，看我。下一个。啊？裤子湿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带新的裤子。哎，孙小文坐下去，他坐在毛巾上，好好笑。那里真的好舒服哦，我觉得他弄得很好哎。他你可以独浴是200元，嗯。对，如果你单纯泡脚要200元。然后我们等下去泡一个。嗯，对对。没关系，我带衣服给你们换。嗯，不要了，先，哎呦，小心，你要弄湿。啊，看这里。白色的诺斯，油黄，很丑哎、欸，你们两个。来帮我们来拍照啦！
真的是好漂亮哦！一些它这个它旁边的这些景色，难怪可以写出这么多好文章，是吗？泡汤走进来以后就往下哎，往下一间间的汤屋哦，哇，太酷了！泡汤汤屋，哎，阿爸爸他们呢？哦，在那边，叔叔那边，去叔叔那里。是哪两间？啊、哦，那边一间，这边啊、哦，这两间，好，多少？105跟106。哇哇，可以看外面呢，超漂亮的。嘿，安迪哥，公鸡精，嗯，阿斯，可以泡多久？你会来敲门吗？这里明明就是白。哦，饭店哦，你会来敲门吗？你先进去，先你们先放水，现在先去放水，先放水。那你小池就是冷水。好，我看里面哇，好漂亮哦。他说根本是饭店啊。好漂亮哦。那边是冷水池，这边是热水池。哦，你们会来敲门吗？会来敲门就对了。哦，对讲机按两声。不用拿吗？我要上去拿点心，我可以顺便拿啦。嗯，我再敲门给你们就好了啦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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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样就不能上了。耶、yeah, ，好漂亮哦。哦，那个是。啊，这个汤屋真的是弄得很干净哎，而且有这个细节，你看。哇，你看这个洗澡的，就是备品啊。哦，乳液，弄得很漂亮。洗板沐浴拿给他们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要开始享受咯，耶，噔，舒服。哎，现在录，哇，你看这好漂亮哦，漂亮。来，我上去商场拿东西。如果你早一点来的话，这边就会有地方停车，旁边路边都有停车，对，还不错。对啊，我觉得这里真的太舒服了，又可以常常来，那这边很悠闲，把它当做那个。那个后花园，维护得很好。他们说有那种日本的小京都的感觉。好的，推荐给大家喽，我们拍照了。谢谢订阅，加分享，小铃铛，拜拜。